长耳星港剧透小组友情提示，本片将会出现如下内容。哎，不是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啊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战队联赛快开始了，我们队啊，其实除了莎娜和阿罗哈之外，当然还有我，除了我们三个之外，其他都是那些老弱病残的，要么就是智商不高的，要么就是什么缺腿少胳膊那种残废，要么就是瞎子，妈的，反正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说我必须要强一点，才能够让我们队啊，能够我当然希望是能够进入季后赛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保级。说真的，他们有点猛，真的有点猛。小色就是一个他打不了联赛，他因为他解说就是个残废，妈的，虽然挂名挂的就是残废，前站起妈的就是个瞎子，对不对？小贤就是花瓶，过来当啦啦队的，什么雷天童这种就已经大概三四个月不打了，现在拖回来，这种老逼怎么可能打得过嘛？还有 YHY 这种，幸好我们队没有这种那个什么麦老爷这种修马桶的，这还好。妈的，我没有吹啊，我说是事实啊，真正手脚完备的，然后也不能说当打之年，只就是说能打的也就我阿罗哈还有什么莎娜，也就我们三个能打，对吧？我可能比阿罗哈和莎娜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我也是战队的一个得分点啊，妈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要在这里打不打都没关系，关键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很安心，知不知道？好比后面有一座坚强的大山帮他们挡着太阳，对不对？让他们免于炎热，而且全靠我好吗？哥还要去想想怎么排兵布阵，研究对手的弱点，哎呀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如果要比喻的话，莎娜阿罗哈如果是一个酒店的一个很好这种特级的厨师的话，那我就是研发他们菜谱的人。然后什么雷本这种就是给他们端盘子，要么什么切菜或者是端什么配菜这种。如果莎娜阿罗哈是两个顶级球员的话，那我就是他们教练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的 ACE 选手就是他们两个，没有悬念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管莎娜阿罗哈做什么，妈的，麦老爷都是捅马桶的，这个没悬念的，这是他的技能，好不好？特技。